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是在看过之后自己选。不可能，我的剧本国不烂，我要是看过我还能选啊。但我相信自己，既然当初我这么选了，那就肯定有这么选的道理。目前糟糕也好，肯定都是暂时。你就得多想点让自己高兴的事儿，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撒欢的活着吧，郁闷了你就喊一喊。